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ه فلا هادي 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ما بعد، ف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عظي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ولا تموتن إلا وأنتم مسلمون.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اتقوا ربكم الذي خلقكم من نفس واحدة وخلق منها زوجها وبث منهما رجالا كثيرا ونساء، واتقوا الله الذي تساءلون به والأرحام، إن الله كان عليكم رقيبا.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وقولوا قولا سديدا يصلح لكم أعمالكم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ومن يطع الله ورسوله فقد فاز فوزا عظيما. أما بعد، فإن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يقول: فإن أحسن الحديث كتاب الله، وخير الحديث حديث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شر الأمور محدثاتها، وكل محدثة بدعة، وكل بدعة ضلالة، وكل ضلالة في النار والعياذ بالله. أما بعد، فيا أحبتي الكرام، الإخوة المسلمين، فأولا أقدم إليكم بتحية الإسلام، تحية أهل الجنة، ف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قوائم مسلم شوية منا قوائم مسلم طولاً،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共同学习探讨的主题是：你为明天准备了什么？我们只想通过这个主题提醒我自己，同时提醒在座的各位，提醒各阶层从事各职业的穆斯林男女兄弟姐妹们。我首先自我反省，同时 也希望我们每一位穆斯林教徒自我反省。正如哈迪斯里所谈到：“哈西布安福塞空，嘎布拉安图哈萨布。”你们在接受清算之前，你们先自我清算，自我反省。那么今天我们想通过这个主题提醒自己，检查我自己，同时 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各位男女穆斯林教徒们，自我检查，自我反省，共同提高。那么今天我的主题我打算分为几个小专题来给大家讲。第一点，末日，佛日的定义；第二点，末日的征兆；佛日来临前夕的一些征兆；第三点， 末日来临是个恐惧。第四点，你准备好了吗？你为自己准备了什么？第五点，开始行动吧，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教门的事务、信仰的问题，切莫再等待。教友们，末日的定义及其名称，在相关的 古兰经经文当中以及圣训当中不胜枚举很多。那么我们众所周知的末日，要么了给亚曼，在古兰经第七十五章第一节经文当中，阿拉就提到了末日，佛日，阿拉胡斯巴纳塔拉告诉我们：拉乌克西姆比要米勒给亚曼。 我以复活日明示，我以复活日发誓。那么，教友们，何为复活日呢？复活日也就是万物被复活的日子，众生被复活的那一天。
众神们将通通的站在永恒的维护众生的安拉面前接受清算。要么这样的指的意思也是佛会成立的时候，众生们都纷纷从坟尘当中出来，站在阎主面前接受清算。佛会还有其他名称是阿萨尔时刻、时机、时刻、时机。这里所指的萨尔时机、时刻，指的是佛会日成立的那一刻时间，它是众生在其中昏倒、昏死过去的那一刻功夫，也是众生在其中被复活的日子。正如阿拉胡斯巴纳塔拉所提到的经文 إن كانت إلا صيحة واحدة فإذا هم خامدون。 佛陀的成立前夕，仅仅一吼声，万物便都毁灭了，万物便都毁灭了，仅仅一吼声，万物便都毁灭。那么突如其来的那一刻功夫，让人们全部晕倒了，昏死过去了。伊玛目苏扎举曾经说过，佛护日萨尔这一词在整部古兰经当中所提到的萨尔，它指的就是仅仅一瞬间的功夫便发生了巨大的令人害怕恐惧的大事。正如拉胡斯巴纳他的在古兰经第四十章第五十九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那样 إن ساعة لآتية لا ريب فيها， 复活日是一定要来临的，其中毫无怀疑。复活日还有另外一个词藻，那就是要摸了八岁，万物尤其是众生们被复活的日子。这是古兰经第三十五章第五十六节经文当中所叙述的那样，安拉说，你们根据安拉的规定将逗留到佛活日的那一天，那今天就是佛活日了。佛活日也被称作果报日、报应日。这是我们大家所会念、所知道的，大家都会念的马里克要命定，安拉是掌握掌管报应日的主。佛活日也被称为要姆尔哈斯拉，后悔莫及的日子，追悔莫及的日子。任何人在佛活日成立的时候都将追悔莫及、后悔莫及，后悔自己干的善功太少，后悔自己违背安拉太多。所以阿拉胡斯巴纳塔拉告诉我们，你警告他们，你提醒他们后悔追悔末日、追悔末日的日子的来临。古兰经第十九章第三十九节，第三十九节，佛日被称为最后的住宅啊，后世的长久的住宅。古兰经二十九章第六十四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我一年大了的阿黑拉来黑夜的海洋老开路亚的梦，后世的日子是充满活力的，是充满生命的，假若他们知道的话。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复活的成立的时候众生再次被复活，是像在今世生活当中一样，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疼痛，有感觉的。佛日也被称作相互呼吁、相互呼喊的日子，叫做要姆坦纳迪。阿拉胡斯巴纳塔拉在经文当中提到 إِنِّي أَخَافُ عَلَيْكُمْ يَوْمَ تَنَادِي，
《古兰经》第四十章第三十二节，经文当中说：“我的确为你们担心相互被召唤的日子，相互召唤、相互呼吁的日子。”佛日也被称作安宁的、安定的住所。这是《古兰经》四十章第三十九节经文当中提到的呀。我印了阿黑了他。来也道路达拉尔，的确后世是安宁的住所，是安宁的平安的住所。佛日也被称作辨别真伪判决的日子。古兰经三十六章第二十一节经文当中提到：哈达要姆的法术里来的昆吞必须出看的梦，这便是你们曾经否认的辨别真伪的日子，判决的日子。古兰经三十六章二十一节，佛日也被称为聚集的日子，聚集起来的日子。古兰经四十二章第六节经文，安拉告诉我们：我春比如妖门杰玛依拉拉伊巴菲，你当警告世人们啊聚集的日子，那一天的来临，其中毫无怀疑。前古后今的人类，前古后今的众生们，都将统统的聚集到安拉的面前，接受清算。佛日也被称作是要曼了黑萨，清算之日。古兰经三十八章五十三节，安拉说：“哈达。”马托阿杜呢？你要命的黑萨，这便是你们被许诺的清算的日子。第五十章第二十节经文，阿拉胡斯帕纳达拉告诉我们，佛日也被称为要满的歪的警告的日子。阿拉说：“我诺夫卡夫苏尔，那里才要满的歪。”当号角被吹响的时候，那一天便是警告的日子，恐惧的日子。佛日也被称作永久的住所。古兰经第五十章第三十四节经文，安拉告诉我们：我的呼噜哈比萨拉姆，那里看要命呼噜的，你们安宁的和平的进入乐园吧，那便是永居住所的开始。佛日也被称作出来的日子。古兰经第五十章第四十二节，安拉说：“要买斯马奥那塞哈塔宾哈格，那里看要我们呼噜去。”在那一天，他们将听到包含真理的声音，包含真理的吼声。那便是人们从坟尘当中纷纷出来接受清算的日子。佛日也被称作安德瓦迪亚大事。古兰经专门以这个名称命名，专门有独立的一章经文，古兰经第六五十六章第一节经文，安拉说：伊达瓦嘎提勒瓦迪亚，当大事发生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大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佛日也被称作大事。同时佛日还有另外一个名称，那就叫真灾。古兰经也专门有一章经文提到：安拉哈嘎曼拉哈嘎瓦玛阿德拉卡曼拉哈嘎，真灾。你知道真正的灾难是什么吗？古兰经六十九章第一节。同时古兰经当中还提到佛日的名称也叫大难啊，也叫大难。古兰经第七十九章三十四节，安拉说：阿塔玛图库布拉法伊达加阿提塔玛图库布拉，当大难来临的时候，大难临头的时候，
佛文当中提到的经文，把佛陀日也细数为震耳欲聋轰鸣的日子，震耳欲聋的日子。八十章三十三节经文，安拉说：“法伊达加阿提萨哈。”当震耳欲聋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同时，《古兰经》当中也叙述到，佛陀日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名称，那就叫阿兹法，临近的日子。五十三章第五十七节经文，安拉说：“阿兹法提勒阿兹法。”临近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已经临近了。同时，《古兰经》一百零一章第一节经文当中也提到，佛陀的名称叫安拉瓜利亚，曼拉瓜利亚，瓦玛阿德拉卡曼拉瓜利亚，啊，大难、大灾的日子。那么，教友们，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名称，都是佛陀日的各种名称。我们从这些名称当中不难得知，也不难看出佛陀日来临时的恐惧，佛陀日来临时的那种害怕，那种害怕。那教友们，众所周知，信仰末日是伊斯兰的六大信仰的要素之一，否认末日者，那他却已叛教了。末日又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大的复活日，一方面是小的复活日。所谓大的复活日，就是万物毁灭了以后，啊，万物毁灭了以后再次被复活，结束安拉清算的日子。所谓小的复活日，指的也就是任何人闭上两眼停止呼吸进坟的那一天，进坟坑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任何人的复活日的开始。小朋友们，相信坟坑的清算，相信坟坑的惩罚，相信坟坑的恩泽，也属于相信后世的范畴。任何人，即使是最高贵的先知，萨拉拉胡阿里瓦萨拉姆，最受宠的天蝎，这不利阿里斯拉多萨拉姆，任何人，任何天蝎都不知道末日何时降临。正如先知萨拉拉胡阿里瓦萨拉姆曾经有一次，贾布雷尔天使以人的形象去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其中就谈到了复活日的来临的时间。先知索拉胡阿里瓦森兰他们的答复是：被问的人并不比问者知道。也就是说，先知索拉胡阿里瓦森兰也不知道末日何时来临，末日何时来临。那么，教友们，末日来临，末日来临时的场景，末日来临时的那种惊恐，是令人畏惧的，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那么，教友们，你是否反省过，是否提醒过自己，你为末日准备了什么？咱们下面的专题，一个小标题，我们来讲一讲，你为末日到底准备了什么？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你为你的明天究竟准备了什么呢？你究竟准备了什么？是准备了拜功、斋戒、踢客以及各种上功吗？那么，你是否自己问问自己，你所干的各种功修都是按照要求、按照经训的要求去做的吗？你知道你所干的功修能被安拉接受多少呢？你究竟为自己准备了什么？下面我们通过几点呼唤，我们只想唤醒还在酣睡的
穆斯林兄弟同胞们，第一，我们对学者的呼唤，对阿豪们的呼唤，阿豪们啊，学者们，你为自己的明天准备了什么？你或许会说，我们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号召了大批的非穆斯林或者是穆斯林信仰安拉。或许你会说，我们移住了大量的书籍。那么试问，你所移住的经文，你所培养的学生，都是按照经训的要求讲解的吗？都是按照经训的要求移住的吗？都是根据经训的要求号召人们信仰阿拉的吗？还是你仅仅考虑自己的生活，只为了考虑自己的前途，考虑自己子女的前途，或者是你作为阿訇的你，作为学者的你，仍然是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呢？仍然受他人的压迫而移住而翻译的呢？而是老是谈个人的观点，通过理性的思维、理性的方式来讲解、来引导人们的吗？还是根据经训的真精神来为人们宣讲的、来号召人们的？学者们、阿訇们，你或许拥有大量的藏书、大量的经典，你是用这些经典、藏书来装饰呢，装饰自己，还是用来学习、用来教授、用来宣传的呢？你是看不懂吗？你是看不懂吗？还是看得懂而不敢讲呢？你知道隐藏知识的危害吗？正如希特索拉胡阿里我三人的告诉我们，有人问你一门知识，有人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你隐藏了，你隐藏知识了，那安拉在佛陀成立的时候，安拉将命令天蝎为你套上火龙头。作为学者的你、阿訇的你，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你为自己考虑过吗？你为自己的明天准备了什么呢？你只负传达的责任，你不是执法者，就连说明真假你都不敢吗？就连按照经典的要求明文直截了当的说你都不敢吗？你可能有一番计划，你可能有一番打算，你可能有你的顾虑，你可能打算统治整个地球，你可能打算管制安拉，但你是否考虑过，是否学习过，你是否知道安拉在你之前，在你打算、在你计划之前，在你存在之前5万年以前，安拉在创造万物5万年以前就已经规定了万物的决定，在你的洪灾大灭之前，在你的周密安排、周密计划之前，安拉已经为你规定了一切。难道你的意愿、难道你的计划、难道你的打算包括了安拉的打算和计划吗？学者们、阿訇们，你究竟还要在犹豫什么？你究竟还要在等待什么？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忌日，你究竟为自己准备了什么？
口谕。清真寺的管理者们，清真寺的管理者们，乡老们，管事们，你为你的明天准备了什么？你按安拉的要求管理好清真寺了吗？你知道古兰经的要求是什么吗？إنما يعمر مساجد الله من آم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إلى آخر الآية. 只有信仰安拉的人，只有信仰后世的人，才配管理安拉的清真寺。你信仰安拉吗？你信仰后世吗？你符合管理者的条件吗？你管理的范围是哪些呢？是做好清真寺的后勤工作，维护、修缮、扩建，帮助阿訇，协助阿訇办好教门、办好教学、搞好宣传工作吗？还是连阿訇宣教、宣讲教义都得听你指挥？都得看你的眼色。你是尊重阿訇呢，还是看不起阿訇？讲教义、讲教规的时候，是你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你既然什么都行，你找阿訇干什么？清真寺的大小事务，包括宣教、信心教、福星教门，你全球传播好了。你是协助阿訇发动群众进清真寺学习礼拜听讲，还是阻止人们进清真寺呢？你的职责究竟是什么？你的工作是福星，是发展教门，还是毁灭教门？你知道清真寺的功能是什么吗？要达到你的要求者，才能到你的清真寺做礼拜。你为何要把它命名为清真寺呢？你为何不把清真寺改名为你的住宅呢？你既然清真寺不让人们进去做礼拜纪念安拉，那你为什么要把清真寺取名为 Masjid， 崇拜安拉、叩求安拉的地方？你为什么不把它更名为我某某人的住所、某某人的住宅呢？既然你认为是你管辖的清真寺，那你为何要接受别人的捐献，绝人别人的功德呢？你为何不单独在你家里边建清真寺，你自己管理，你自己宣传呢？你是否知道《古兰经》第二章第114节经文当中是怎么说的？安拉说 فَمَنْ أَغْلَمْ مِمَّنْ مَنَعَ مَسَاجِدَ اللَّهِ أَنْ يُذْكَرَ فِيهَا اسْمُهُ وَسَعَى فِي خَرَابِهَا。 这个经文的含义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重新翻一翻，看一看，问一问。安拉说，有谁比阻止人们进清真寺纪念安拉的这种人更不易呢？阻止人、妨碍人进清真寺纪念安拉者，是地球上最坏的人，你知道吗？你已经干了大罪，滔天大罪，你已经把自己更名为最坏的、最不利的人，你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你已经亏枉了，伤害了穆斯林，侮辱了清真寺，你还认为你在为清真寺考虑，为清真寺着想？家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人们不管社会上的恶风恶俗，不管人们吹鼓飘摇做坏事，但是我们的部分管事们，部分睡着了的管理清真寺者们，他们连别人进清真寺做礼吧，还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征得他们的允许。可悲啊，可惨啊，无知到了极点。阿訇们，格阿语学校的老师们，你又为你的明天准备了什么？你是如何带领群众行教们呢？你是引导他们还是误导他们？你是依靠当阿訇讨生活呢，发家致富呢，还是借清真寺借学校的平台传播教门知识，完成自己的职责呢？你考虑过没有？你是否忠于群众，还是欺骗群众？你知道圣训当中怎么说的吗？阿迪努纳西哈，阿迪努纳西哈，阿迪努纳西哈，教门就是尽忠，教门就是忠诚啊！忠诚谁？为谁忠诚？使者告诉我们，忠于安拉，忠于安拉的经典，忠于使者，忠于穆斯林大众的公正的、懂教门的、懂得教法的穆斯林的长官。更重要的是，忠于老百姓。作为阿訇，作为老师的你，你忠于老百姓了吗？你为群众讲真话了吗？还是你为自己的利益，你为自己的利益，仅仅只知道把钞票大把大把的，把红包一个连一个的往口袋里边塞呢？还是真正的为群众阐明了教门的真理？你是否按经训铭文引导群众？还是在你看来，世俗大于教法，世俗大于经训，世俗大于安拉的法律？你是要跟随私欲呢，跟随古兰经呢，还是你认为地方上的习惯、地方上的世俗风俗大于一切？你是怎么看的？你或许暂时还没有按经训的具体要求遵行教门，那么你能公正无欺地辨别真伪吗？你能公正无欺地明辨是非吗？你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讲真话吧？你个人做不到是你的无能，是你的无能，是你的懦弱，是你的胆怯。但是你敢阐明经训的真理吗？你做不到，你敢说吗？教父们，我们格子都要深思，尤其当阿訇的人们，当老师的人们，你应该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你究竟为你的明天准备了什么？你或许计划周全，横财大略，你不会想控制整个地球吧？你也是学经典、学圣训的，你知道安拉在81章29节经文当中怎么说的吗？你们所抑郁的，你们所打算的，只在安拉的抑郁当中。这个经
经文的含义你理解吗？你不会跌倒主奴关系吧？你不会把自己认为是主宰吗？你不要忘记，你也是通过很低阶的一点精髓被创造的被造物，你不是主宰，你不是主宰。面对安拉清算的时候，你还想谈你的计划吗？你还能找借口吗？你的借口能被安拉接受吗？试问阿赫们，老师们，你究竟为你的明天准备了什么？各位阿拉伯语学校的伊斯兰学院的领导们，你们为你们的明天准备了什么？你尽职尽责的工作了吗？你是否也是只贪图名利地位不做实事的人？自己当了校长，当了董事长，你是否也只是在追求名利追求地位的人？你做实事了吗？你或许会说，多年来我校培养了大量的教授、教师、伊玛目、翻译官，甚至我们培养了大批的极端的人才。我们培养的人才、培养的教师、学者不计其数，真所谓桃李满天下。但是您是否统计过他们当中有多少仍然在从事教门工作，有多少又站在教门的对立面啊？你可能成就感太高了，你的成就感够高了，你是否想过，是否看过，是否学过安拉在古兰经110章那首约束章当中是怎么说的？安拉说，当约束当胜利到来的时候，当你看到大批的人们纷纷加入伊斯兰教的时候，你应当赞颂安拉超绝万物，你应当祈求安拉恕饶，你应当向安拉忏悔。你不该自满，你不能自大，不能自己觉得成就感够高啊。当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你应当向安拉求恕饶啊。当别人采纳你的意见的时候，你要担心你的建议或许是错的，或许会误导他人啊。您是否考虑过成就成功究竟应该归于谁？成功来源于何处？成就来源于谁？是你的能耐吗？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满足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你究竟为自己准备了什么？为明天准备了什么？或许明天就是你的死期。同学们，学习经训的哈利法们，你又为自己准备了什么呢？你或许会说，我在努力的学阿拉伯语，我将成为一名著名的翻译官、外交家、大阿訇。那你是否从你所学到的点滴的知识做起了呢？
除了完全满街的主命吧，完全满街的主命家之外，你理过几大副工吧？你分过几贴的副工家？你究竟学习的目的和态度，究竟是为主而学，还是为了脱贫致富，还是为了找对象方便一些？你考虑过吗？如果你的目的、你的志向、你的打算不是为了安拉，那你想过你后世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哈迪三中告诉我们，复活的成立的时候，任何人都将接受安拉的清算，学者们也不例外，诵经家们也不例外，为主道以身殉职的舍利德们、烈士们也不例外。安拉将对学者说，你为什么而学？你学了干什么？学者将会回答，主啊，我为你而学，我为你而教授。安拉将对撒谎的学者说，你撒谎，你学习仅仅为了别人称你学者，所以你所说的、你所谈的不被接受，下火狱去吧。他被匍匐着拉下了火狱。诵经家们也将接受安拉的清算。安拉问诵经者，你为谁学习古兰经、诵读古兰经呢？诵经者将回答，我是为你、为你养主而诵读而学习的。安拉说，你撒谎了，你读古兰经、学古兰经仅仅为了让人们称赞你、称呼你诵经家，所以你今天也只能下火狱。过来亚鲁宾拉，安拉也将对那些假烈士说，你为什么以身殉职？你为什么死？他说，主啊，我为了捍卫你的尊严，捍卫你的伟大，捍卫拉伊拉哈伊拉拉乎这句崇高的言辞而牺牲啊。安拉说，你撒谎了，你只是为了让人们称呼你烈士而出征打仗，倒是以身殉职的，所以今天你的结果也只能是火狱。过来亚鲁宾拉，教徒们，我们的同学们，你究竟为你的明天准备了什么？你究竟为了什么而学习啊？我们的家长们、乡长们，你送子女到各大阿拉伯语学校、各清真寺学习，究竟是为了丢包袱吗？还是真正的为了捍卫教门、培养伊斯兰的接班人呢？你是否把自己家里的最好的苗子、最聪明的子女放泄在教门上，为教门而学、为教门而教呢？还是家里边管不下来、成不了气候，在社会上三不要的子女，你才会把他送到清真寺啊？你的态度是什么？家里边成绩很好、很聪明聪慧的子女，你舍得为教门做奉献，来学习教门、弘扬教门吗？你的孽态、你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你究竟为教门做了什么？你究竟为你的明天又准备了什么？乡长们、穆斯林兄弟姐妹们，你自己又为自己准备了什么？我们的群众们、老百姓们，
你为自己又准备了什么？你会说，会或许会说，我每天按时礼拜，啊，我每月如数的封斋，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跟随大众。但你是否问过自己，你所跟随的，你所行教门的方式，是不是经典铭文当中有根据的？你所崇拜安拉的方式是否是因袭的，还是有证据有依据的？你考虑过吗？你考虑过你的功修一定会被安拉接受吗？教门的支持者们，各企业家们，各位老板们，你为教门又做了什么？你不出讲，我把大批的大量的财产、大量的金钱奉献在教门当中，我为伊斯兰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老板们，穆斯林企业家们，全公司的管理者们，你是否考虑过你大量的资产，你的贴客抽完了没有？2.5%的贴客，安拉的主命，你完成了没有？你是否仅仅为了获得名，获得别人称你慷慨好施、绝资助学而费用自己的财产呢？还是竭诚为主的费用自己的经济？